好一个百绝真身，好一个苍生之主。我这就去告诉袁琪，他的亲生父亲是北海上君青木，而你不配。你我往后不见，已无念。说吧。那日我的确是拿了古帝剑去苍穹之境见了白绝，不过都是因为重启神界，压根就没有密谋。可有任何凭证？本尊再怎么不着调，也不屑于与那种人有瓜葛呀。这还差不多。还有呢？嗯，什么还有？还有什么瞒着我？没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袁琪，平时姑姑都是怎么教你的？成者天之道也。古君现在人在何处？他现在在供养着神界呢。天启，你为什么还要瞒我？难道你也觉得凡仙一事不甚要紧？不是上公，是我现在啊，甚至怀疑，你说月明和智阳尚在神界，也都是在骗我的，对吧？姑姑，你别哭，看你哭，袁启也想哭。三伯知错了。袁启啊，你告诉姑姑，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？袁启的名字本不是启，而是气。娘亲走了，父神也不要我了，于是换我气。袁启，姑姑告诉你，这世间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爹娘，你的父亲和母亲一定非常爱你，他们爱你胜过所有，甚至自己的性命。他要是问起他的父亲母亲，请你们转告他，他的父亲是北海上君青木，他英雄气概，锄强扶弱，一生坚守自己的挚爱和正义。你的母亲，她一生也非常幸福，她拥有三五知心好友，医德、父神和她丈夫的宠爱，一生无忧无虑。深得自己的夫君和父亲的宠爱，一生无忧无虑。圣姑，你可是记起了什么？你是怕我记起什么吗？三伯跟我说，我父神既是青木也是白绝，他们是同一个人。昨天白绝他同我提起过你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他并非不想认你，也不是不爱你，只是他心中有愧，所以他不能原谅自己。他说他觉得他不配当你的父神。袁琪又没有嫌弃过他。血浓于水啊，袁琪，终有一天他会释怀并且放下，自然会来找你的。真的？嗯。姑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三伯。阿奇啊，此事过于复杂，三伯本想着等你懂事之后再告诉你。阿奇啊，你的生母后池生你之时，我的神识在他体内。阿奇，自此以后我便是你娘亲，可好？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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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亲。
娘亲，娘亲，娘亲。恭喜天后魔力大成，待您渡劫成功便能晋升魔尊。这一天总算来了，那些年的担惊受怕夜不能寝的日子总算要过去了。6万年前神魔大战，玄一寡不敌众，被众神联手击溃。这一次本君要将那三位真神逐一击破，将三界万物收入囊中。天下从此唯我独尊。说什么？九幽异动？不知陛下有没有想过，为何那个魔人可以销声匿迹百年，再出现时却灵力大涨，成为新的魔神？老上君此言何意啊？下君最近在翻阅上古时期留下的典籍，发现若是灵力修炼至上神巅峰，是可以隐藏周身魔气的。月明神君是我杀的。你说什么？这个谎我撒了6万年。原来这么多年你从未改过自新，杀戮、嫉妒、恐惧、痊愈，种种心魔早已令你坠入魔道。百年前那一战，妖族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这些年多亏有你陪着我，妖族才能休养生息。哪里是我的功劳，白绝神尊庇佑陛下这些年
也颇为不易。陛下，阿七，我知道曾经我做过很多荒唐事，让你伤心、失望。父皇走后，我的身边便只有你了。这百年来又不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撑下来。阿钦，等回到玄京宫之后，我想正式向狐族下聘，娶你为妖后。等等，先别着急拒绝。这件事我想做很久了，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会让你看到，从前的思雨已经死了，往后的千年、万年，就只有那个只属于你的森羽，好吗？这桩事你容我想想，可好？好，我等你。报，天宫景见皇子求见。哼，我就猜到天地老儿会派他来当说客。二殿下，夫人。哎，二殿下，你可别随了你的父神啊，不然咱们刚缓和了百年的关系可就没了。苍穹之境他那副嘴脸你是没见的，道貌岸然。孰对孰错先不说，既然你答应了白驹神尊，就应该信守承诺，即刻退兵。两军陈兵对峙，多一日便多一份危险，这实在和仙瑶和解背道而驰。森羽在苍穹之境吃了亏，心里堵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森羽兄的脾气我是晓得的，是你们仙族欺人太甚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那我请见就代表仙族和父神给您请罪。哎，别，我最受不了你的这套。是这件事儿，我们妖族也算是有错，终是不该自扰人间，但是你们但这果子还不错，你尝尝。森羽知道你爱吃，亲自去第三重天摘来的，还说要送去天宫呢。森羽兄有心了。没什么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。秦剑兄可否借步说话？坐吧。景剑兄，森羽有些疑惑，想跟您讨教一件事情。单说无妨。这三界羽传闻说是凤染跟天后有深仇大恨，可是真的？是真的。那怎么这百年来你跟凤染看起来浓情蜜意，毫无间隙啊？是我母神太过分，凤染她宽容豁达，不与我母神计较。你这话任谁听起来都觉得你有了娘子忘了亲娘啊。是你不知其中缘由，我也不便同你多讲。这样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你说。世人能否决定自己的出身成何血脉？自然是不能。那世人能否克制自己的情感，不再为情所困？也不能。若如果你是我，能否觅得良策，化解爱侣和母神的恩怨？还是不能。既然都不能，就让他随风去吧。我承认，以前是我太过于庸人自扰，夫人在这一点上比我强许多。他嫉恶如仇，敢爱敢恨，是他教会我如何直面难题。人生能得此眷侣，夫复何求啊。我当然想要亲手杀了吴焕，但是为了景剑我忍了。如今上古主神也觉醒了，看他那爱恨分明的样子，想必日后也会为我父母做主，还三界太平。
真好。好什么？有情人终成眷属呀。你和森宇最近如何了？森宇方才向我求婚了，我没答应。没答应的好，应该让他再等个八九百年。夫人，快走，出事了。我探查过了，他们都是灵脉枯竭而亡。我在梧桐林见过被魔气所害之人，跟他们死状相似。难道这也是梧桐林那个魔人干的？可有人看见他们遇难的经过？并没有。此地和你的军营不足两里。没错，那又如何？先族士兵为何会惨死在这儿？景剑，我们妖族光明磊落，杀了便会认，天帝不信任我们就算了，现在连你也怀疑妖族。那就只有是先族的人干的。你怀疑是他？偏偏在退兵的档口闹出人命，凶手背后的目的恐怕是想挑起罗刹帝纷争。我现在就回天宫向父神禀明实情。剑儿，你有没有觉得此事还有第三种可能？请父神明示。杀害那三名将士的不是仙族，更不是妖族，而是魔族。就在今日，夏三姐频频来报，各地均遭魔气侵扰，怕是九幽诞生了新的魔神。魔神？那此人可与百年前凤族被灭有关？虽然没有证据，不过为父是这么认为的。这凶手到底是谁呢？你们在聊些什么？竟然连我走进来都没有察觉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在扶摇殿准备了宴席，昭儿和杨儿都已经过去了，是家宴，咱们一家子好久没有坐在一起好好说说话了。这是母神亲手熬的汤。杨儿，你小的时候总爱跟弟弟妹妹抢东西吃，一大碗鱼汤经常不够喝呢。那时候儿臣不懂事，总以为抢来的东西吃起来会更香一点。说起来，我已经六万年没有下过厨了，这鱼汤可还是当年的味道。父神，罗刹帝还有事，我先走，告辞。二哥，不过是一顿家宴，能耽误多少功夫？你就这么着急走吗？我们这一家人多久没有在一起吃过饭了？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，也得把母神这碗鱼汤喝完。我没有胃口。二弟，为了这个女人，你连这个家都不要了。你们慢慢吃。二哥，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罢了，随他去吧。鱼汤都喝完了吧？今日罗刹帝又有三名将士遇害，死因不明，本君猜测是有人别有用心。杨儿，依你看，这三名将士为何遇害？儿臣以为，也许是妖族
又是妖族。你就这么恨妖族吗？还是在为谁找借口？赵二，九幽乍现异象，苍穹之境看得最为清楚，你为何不告知于我？父神，赵二没有留意。你跟随神尊百年，本事没学会，耍起威风来可是三界无人不知。吾欢，只杀死三人可不是你的作风，想要挑起仙药之战，你可以再狠一点。陛下在说什么？吴焕何时有杀过人？除了那三名将士，凤染的父母，守镇魂塔的碧玺，丹凤长老，还有我师尊月迷神君，本帝今日再护着你，便不配这天地之位，更不配为子父神。不错，那些人都是我杀的。你承认了？既然我探不出你体内的魔气，那我们就去找上古神尊，让他来探一探，你是不是真的坠魔。别说是你，就是今天上古亲临，本君也不放在眼里。是你弃我而不顾，将我放逐九幽，让我其中出错，险中求生，本君坠魔且因你而起。母神。杨儿，平常你最向着母神，你让开。你怎么做儿子都可以帮你，可你现在……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这个家。你父神太累了，让他休息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是神，你是真神所托，要庇佑这三界生灵的神。真神又如何？魔神曾经也是真神。擎天创世之时就言，六道本是一体，神魔何分高贵卑贱？可神魔分正邪是非，要不是魔族，四大真神根本不会陨落，神界也不会臣服。我们与魔族不共戴天。你就是愚忠。目光，这三界你我治理的不够好吗？我们已经做了六万年的天地至尊，他日神界开启，上古重掌权柄，那我们又要回到卑贱的日子，仰人鼻息。可若神界永封，真神陨落，我们将成为这三界亘古的主宰。这个家该由我来管了。父神，父神，你总有一天会明白，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三界之中，强者制定规则，坠魔与否。不甚重要。母神现在的魔力可与任何真神匹敌。昭儿，你且放手去做。若白绝死，我们便胜券在握。
天凉了，怎么不在营帐里面休息？睡不着。本来都要退兵了，没想到先族将领认定自己的士兵是被妖族所杀，两边又剑拔弩张了。两族交战数万年，仇深似海，其实说能化解就化解的。二殿下，我们妖族本已打算退兵，无奈你先祖虎视眈眈，毫无退兵之意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三名先将之死，我已如实禀明父神，还望再多给些时间。两族积怨已深，恐怕一时难以改变。明白了。丑话说在前头啊，若是战，我们妖族定会奉陪到底。你先别急，只有尽快查出那三名将士的死因，才有可能平息这场危机。森宇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从中周旋，不让两族开战。毕竟生灵涂炭皆不是你我所愿。那好，只要先祖不先动手，我们妖族定不会发兵。你们看，石骨敲得太多，都有裂缝了。应声石骨自有灵力，等它自行恢复还需要好几万年。要是没有这些裂缝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总有一天会消失的。月明，和上古说多了，你尚在神界，说的我自己都快信了。我当年无视你的感情，这么多年了还是自己一个人，可能这就是报应吧。不出所料，上古和元启相认了，白绝也彻底沦为了恶人。这出戏和我们之前预想的差不多，只不过上古迟早会记起这一切，也不知到时候会如何看待白绝这六万年的安排。他们的私事我就不做评论了。来，喝酒。早知今日，当初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呢？月明，你看今夜的星空布满了星辰，天启，我回来了。你真的回来了？玉米，玉米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害死了你。天启，你没有错，要怪就怪天意弄人。不过你放心吧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早就该死在本君手上。怎会死得如此容易？天启乃水之真神，他死天空必出现异象，看来本君的魔力鼎盛，三气该换天了。
神尊，天启离宫后就再没有回来过。是，我这心里一阵阵不安。您多虑了，您若是嫌这风雨太大，长缺这就去开启宫中结界，必须这场风雨。这才刚入秋天，怎么突然这么冷？拜见神尊。神尊唤我前来，有何吩咐？今日魔神降世，魔气乍泄三界，你从天宫回来，应该也有所耳闻吧？父神亦在为此事烦恼，他还说择日前来与您商议。本尊探得，那魔神与当年的玄一实力相当，封印魔之是需要众神齐心，若论单打独斗，三界没有人是他对手。本尊明日便将苍穹之境的灵力用于抵抗魔神，你走吧，这儿没有你待的地方了。神尊，景昭自知这天地浅薄，可这百年来，景昭在您身边无一日不尽心尽力。走之前，有一事想要问你，您待我，可曾有过半分真心？景昭，你年纪尚轻，爱慕虚荣不算罪过，但欲壑难填，却会受其所累。本尊希望你能够放下执念，去寻找新的进境之途。景昭这一世，若论汉室，便是百年前的那一日，我与神尊的交杯酒未能饮成，我此去，怕是与神尊再无相见之日。相伴百年，亦是姻缘一场。景昭只求在临行前能与神尊对饮一杯，权当送别，还望神尊成全。你竟敢给本尊下毒！你方才喝的酒中有噬神花的花种，加之我母神的魔力，不出半炷香的功夫，你便会魂飞魄散。为何这雪突然下得这么大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大地成冰，必是真火之力溃散。白绝的本源之力是火，难道是他出事了？天地有旨，白绝真神走火入魔，不幸陨落。苍穹之境现由天宫公主景昭代为执掌。神尊，吾唤这样昭告天下，你可觉得有何意义？放肆！哼！本君早已不是朝圣殿的小神士，这百年间放肆的人是你。在你之前，天启已经陨落，你死后我便会去找上古。从此以后，本君就是三界的至尊。神尊，你快看，那是苍穹之境，为什么魔气如此高涨？长缺，你一定要好好守住清池宫和元起，关闭山门，不得任何人出入。是。昭告天下，为白绝真神哀悼三年。谨遵天后神谕。你们瞎了吧？天后她分明渡魔了。谋逆者，妄言者，不敬者。
杀无赦。要犯，怎么了？辱魔族失手了。以我们的灵力根本无法阻止他。如果不收回巨妖幡，他们就会不停地冲撞，直到魂飞魄散。这对妖族还有仙族都是莫大的浩劫，撑住。斩冬雪更迭存在，别怕命运百转千回终会重来，雨蔓延成海，回忆长青苔，思念无爱，万千朝夕里不改，看多少个春秋来回守着年岁，悲伤中不停轮回，也不曾离开，远远的存在，爱如明月照山海，用一生书写等待。多少次不了千回，守着年岁，望断天涯终不回，谁不曾替代，愿有天醒来，往事前尘被解开，心中将为你坦白。多少途看过的花败了又开，也许离散伏笔，未来终会流转，泪化作云彩，雨滴落心海，等到云开天晴，已色然将来。